轻重，我看有没有录到哈、哦，有勉强，我不放大了啦哈，你注意看那比例。好、哦，字也要写正，用大笔写小字比较难了哈，稳定度还有笔尖比较难控制。好、哦，再一，这时候就是要填笔哈、哦，网络前这两天在讲什么，要不要填笔？填笔不是用嘴巴填的、啊、这样叫做填笔。好，先这样子。